欢迎收看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我是萧子恒。今晚的主要新闻有：林郑月娥说期望最快明年的二月可以实现有规模的免检疫通关；合资格特定群组即日起可以网上预约，下星期四起打第三针疫苗；丁权复核案终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丁屋政策合宪。睇下詳細嘅新聞內容。香港同內地商討免檢疫通關多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兩地專家對接有良好進展，期望最快出年嘅二月可以實現有規模嘅免檢疫通關。而消息話，特區政府目標喺下個月先小規模通關，爭取每日5000個名額，主要俾商務用途。本港幾時能夠同內地免檢疫通關？近期傳出唔同消息。港澳辦星期四話，經最新兩地的專家視像交流會議，正係有序推進通關工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一個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論壇上，透露港府的通關時間目標。昨天，這個中央人民政府跟香港特區政府也發出了一個積極正面的信息。就是我们双方的讨论，专家的对接都已经得到很好的良好的进展，所以我希望很快我们能真正的为香港的居民带来一个好的消息。我们更希望到明年二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三周年的时候，能比较有规模的通关，让我们能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举办一个非常大型的论坛，因为明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至于何谓有规模通关，林郑月娥未有提及。据了解，港府目标是争取下个月内先试行小规模通关，会设定名额，暂时只是给紧急、商务和公务用途。至於探親和家庭團聚，涉及的人數太多，暫時不會做。兩地亦都正係商討通關初期係咪只係限到廣東省。至於內地專家會唔會嚟香港視察防疫措施，同埋咩情況下要實行熔斷機制，要中斷通關，亦都仍然未確定。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強調，喺科技上會配合專家的防疫意見。依家已經超過640万嘅下載率嘅安心出行咧，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非常之有用嘅資訊咧，可以做好依個剛才所講咧係截斷防呢個傳播鏈嘅工作。我哋會繼續喺呢方面去努力，當然仲有其他嘅方法咧可以協助到我哋呢個過程咧，我哋都唔會排除任何可能性。至於下次專家嘅對接會幾時召開，佢話暫時未有確實嘅時間表。无线电视记者关可维报道。另外，为了通关，当局早前宣布加密高风险群组人员的检测。有检疫酒店说已经接获当局的通知，说下星期三起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员工由每7日检测一次缩短到每3日一次，如果未完成接种疫苗就需要每日检测。政府又确认检疫酒店员工都是属合资格打第三针的高危群组，如果距離打完第二針至少6個月，即日起可以預約打第三針。在上海，有港商期待與內地通關之後可以擴展業務，貿發局就計劃通關之後協助港商開拓內地市場。由梁卓欣在上海報導。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一連6日在上海舉行，有經營港式奶茶茶葉的港商就將香滑和濃郁的香港原味道帶到進博會。負責人說，公司員工原本要香港和上海兩邊走，但是疫情之下限制了他們的經營活動，認為兩地恢復通關有助發展業務。有時候很多時候我們不可以只是透過這個視像會議去表達到所有的資料噶嘛，咁啊，譬如有陣時個新口味係點樣嘅，我哋係講唔出
究竟係有幾好飲啊，或者幾好食啊咁樣，都係要經過實際嘅去試嘅，大家去傾嘅，咁樣會更加方便一啲啦。貿發局話恢復通關之後，會向港商推介內地發展機會。即係籌備緊咧，就如果係通關之後，我哋帶啲港商去咩地方啦，對住咩企業啦，其實我哋都有準備噶啦。國內唔同嘅區域啊，亦都有好好嘅發展機遇。成都咧，因為國家啱啱近排公布咗成渝雙城經濟圈一新方案啦，亦都作為成個西部啊一個發展嘅新嘅增長極。咁我哋見到咧好多咧新嘅基建投資。貿發局又預料通關仍然需要分階段實施，期望港府能夠盡快公布更加多嘅細節，俾商界及早做好準備。有本港商會就話，單係喺珠三角嘅港資工廠就有超過20,000間，希望恢復通關初期每日可以有超過1,000個配額，期望當局分配好。就唔好好似菲律賓工人落嚟嗰個免疫場所又唔夠嘅，咁你就大家爭崩頭咧。咁對我哋業界唔係一件好事啦，咁即係大家都好希望可以盡快上去，結果你撳機可能頭嗰10秒鐘已經全部爆滿啦。因為如果你抽籤咧，有一個好處，即係你唔會話即係一大堆人湧埋一堆，然後大家鬥快撳掣咁。特別有啲中小企佢本身唔係咁喺電腦個老闆對電腦唔係咁認識嘅時候，你實唔夠人快嘅。刘达邦又希望恢复免检疫通关初期，可以将90%嘅名额留翻俾商务人士。无线电视记者梁卓欣喺上海报道。合资格嘅特定群组包括60岁或以上嘅人、免疫力弱嘅病人同埋较高感染风险嘅人，即日起可以喺网上预约下星期四免费打第三剂嘅新冠疫苗。預約系統朝早9點起接受登記，先登入第三劑疫苗的專用登記連結，登記過程和接種頭兩劑疫苗差不多，要填寫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亦都要列明接種第二針的日期，然後揀屬於哪一個優先組別，以及接種科興或者伏必泰疫苗。如果是免疫力比較弱的人，亦都有提示需要醫生證明書，之後系統顯示接種須知，介紹疫苗副作用，最後揀接種地點和時間之後就完成預約。成功預約的人隨即會收到手機短訊確認，整個過程大概10分鐘。有參與疫苗接種計劃的私家診所和政府同步接受預約，安排下個星期四接種科興疫苗。診所說截至中午已經有大概10個長者預約，診所暫時有大概800個已經接種兩劑科興的長者合資格接種，但估計有一半第三針會轉打伏必泰，主要是相對較年輕的長者。基於一些資料都是說，即可能個抗體呢就會伏必泰會抽針之後咧，會提升得更加理想啦。咁同埋往後即係咪要即係每隔半年咧，就科興就要再打咧？咁如果伏必泰個情況又或者可能未必需要咁密。咁樣呢啲因素等等加埋咧，咁再加上有啲人話啊，既然都打過科興啦，不如轉下啦，咁試下咁都有。醫學會說決定加強劑接種哪一款疫苗沒有對同錯之分，市民應該視乎個人經歷、目的等等去決定。你打不打回同一款牌子的疫苗呢？這個呢其實就真是一個很個人的選擇來的。一般的做法呢，我們通常呢都是會你打開那隻牌子的針是沒有東西的話呢，通常就是打回那隻的。你現在可能想有一個較強一點的抗體反應呢，咁的而且確可能你下一針咧係打伏必泰，但係你一定要明白一啲潛在嘅風險。曾其恩又話：如果市民第三針加強劑接種科興，唔排除半年之後要打第四針，以追求更高嘅抗體水平。但前提係到時政府有供應。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斯報導。新界原居民丁權司法覆核案，終審法院一致駁回上訴，裁定丁屋政策係屬合憲。現時丁屋政策定明，新界男性原居民可以透過3種方式，一生一次向當局申請在指定地點起一間丁屋。
長洲居民郭卓堅就此提出司法覆核，原仲庭曾經裁定其中兩個方式違憲，上訴庭今年初改判三種方式都合憲，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今次上訴的爭議包括這個丁權是否屬於基本法第四十條定明的受保護合法傳統權益，以及是否要與相關反歧視條文達成一致。終審法院頒布判詞一致駁回上訴，維持早前上訴庭判決，即丁屋政策屬合憲。判詞說丁屋政策受基本法等隱含但清楚的認可，唯獨欠缺成文法基礎，丁屋政策是透過行政酌情權加以落實，相關權益完全建基於公法之上，若果酌情權被合法行使，這些權益就是合法。又說在基本法第四十條合法一詞並非指相關歧視不存在，但在新界原居民權益的特殊議題上，基本法第25條香港居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等等，反歧視條文是被排除在四十條外。終審法院亦都認為上訴庭正確裁定基本法中傳統一詞，認為這個詞的意義應該參考1990年4月那陣，即基本法頒布的時候，當時描述丁權的情況，不隱含追訴意味。終審法院亦都裁定原仲庭就上訴人郭卓堅對丁權問題提出司法覆核的資格和批出濟助屬於正確裁決。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瑩報導。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說歡迎裁決，未來會爭取政府修例釋放更多的鄉村地起丁下或者城中村。上訴人郭卓堅就說對裁決不能夠心服口服。丁屋政策實施近半世紀，今次司法覆核案相關的法律爭議纏繞了近六年，終極確立政策合憲。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對裁決表示高興，又說鄉村土地多達3400公頃，未來可以考慮釋出土地興建城中村和丁下。丁屋的申請的審批速度近年都是越來越慢，既然終審法院已經確立了丁屋政策是合法合憲，本局是促請地政總署是盡快是可以恢復正常的審批速度。在我們這個合法傳統權益的基礎上，我都希望可以是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加即加密啦，加倍數啦，增加是土地的供應，從而呢是可以起得更多的房屋給大眾的。上訴人郭卓堅就說對裁決不能夠心服口服，認為丁屋政策浪費本港土地資源，會向人大反映，要求就此釋法。丁屋呢一直以來呢是英國政府和現在的政府在串謀來到炒高地價的。香港的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將大部分的土地呢留下來做丁屋，用小型屋宇條例只是在三層的，你話幾浪費土地啊？政府就歡迎終審法院的裁決，發展局話會繼續根據丁屋政策如常接收和處理相關申請。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先休息一陣，翻嚟會報導。警方頭三季一共接獲近900宗嘅虐兒案，較舊年同期急增6.5%。中美元首預計喺年底前舉行視像會面。據報可能同意重開兩間總領事館和放寬簽證限制。回來新聞時間，警方頭三季一共接獲近900宗的虐兒案，較去年同期急增6.5%。呼籲市民，如果遇到懷疑小朋友被虐待，要及早報案。根據警方的最新數字，頭三季一共錄得871宗虐兒案，比去年同期多346宗，升幅超過6.5%。有427宗涉及性犯罪，當中60%是非禮，23%是非法性交。警方話，疑犯一般通過社交媒體接觸兒童之後犯案。警方話，虐兒案有別於一般的罪案，冇辦法透過情報搜集、高姿態巡邏等去防止，依靠的是每一位市民。老友記啊，或者係一啲鄰居啊、照顧者啊，所有能夠同呢個小朋友接觸到嘅人咧，當你留意到，無論佢表現上啊、心理上啊，甚至兒
如果打咧就喺虐待嗰时候咧，身体里面见到瘀痕啦。其实保护儿童咧系全部人嘅一个责任嚟嘅，多一单嘅虐待儿童都系嫌多。我宁愿有几单嘅滥暴，我都唔宁愿有一个小朋友咧系受到伤害，而身边嘅人咧系冇报到案。警方推出防止虐儿计划，透过互动游戏同资讯短片做宣传。父母要及早教佢哋性知识。警方嘅呢架流动宣传车由即日开始至今个月14号会在全港多区摆放，主题包括集体打斗同校园欺凌等等，希望向社会各界宣传保护儿童嘅信息。无线电视记者赖启新报道。香港外国记者会一项调查话，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大部分嘅记者认为工作环境转差。外交部駐港公署要求對方停止以所謂新聞自由之名干擾特區政府的施政，破壞香港法治。香港外國記者會在8月底至10月底就新聞自由情況向大概400人發出問卷，收到99人回應，包括70位外國駐港記者和29位本地傳媒記者。有84%話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工作環境轉差，有1人認為情況變好。至於報道的時候有沒有自我審查，44%說沒有，超過一半說有。對於政府研究就假新聞立法，76%說很擔心，說不擔心的只有3%。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本身是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的瑞海德說，是第一次做這項調查，計劃日後定期進行，希望對新聞自由的討論有貢獻。外交部駐港公署就批評香港外國記者會通過所謂寥寥調查問卷，炮製毫無代表性和公信力的報告，肆意攻擊港區國安法和香港新聞自由，鼓吹寒蟬效應，是公然挑動事端的卑劣行徑。又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凌駕法律之上的新聞自由，對新聞媒體依法監管是國際通例，而特區政府立新規是為了保障遵紀守法的新聞媒體和記者的應有權利。公署敦促外国记者会尊重特区法治，立即停止以任何借口制造事端，插手香港事务。无线电视记者冼智报道。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踏入第7日，今日多个党派都有派人报名参选。地区直选方面，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竞逐连任，朝早到海港政府大楼报名参选港岛西。已经见到有两位候选人報了名了，咁我絕對係喜歡有競爭嘅選舉嘅，競爭越多咧，我越開心嘅。同區早前報名嘅有方龍飛同陳學峰，新民黨仲派出廖添成第一次出選港島東，各區已經報名嘅有吳秋北。至於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參選新界東北，競逐連任。我哋希望告別以往嘅一啲嘅政治爭拗。为我哋嘅民生，为我哋嘅经济，系创造一个新嘅篇章。民建联刘国芬转战直选，出战新界北，希望凝聚更多嘅持份者，对北部都会区嘅共识，有利日后嘅发展工作。九龙城区议会主席杨永杰就参选九龙中，挑战已经报名嘅李慧琼、谭香文。功能界别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陈勇参选全国人大、政协及全国性团体代表界，同全国青联谢晓红竞争呢个被称为超级爱国者嘅界别。呢个界别嘅每一位，其实每一位选委，包括呢一次参选嘅朋友，都系坚定嘅超级爱国者，而且响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我哋系好有信心，香港从此咧能够系有乱及治，由治及兴。医疗卫生界有民建联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陈永光参选，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报名参选科技创新界，占40席的选委会界别有新民党容海恩、陈家培报名，仲有会计界选委林志远，这个界别早前已经有23个人报名。选委会等等有关参选人的资料，数据的核侦察机到南海侦测。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再休息一陣，翻嚟會報道。神舟13號航天員近日進行咗首次檢測水質，亦都將會執行第一次嘅出艙任務。繼密切接觸者之後，內地疫情又催生咗一個新嘅名，叫做時空伴隨者。陣間睇下係乜嘢嚟。
翻嚟新闻时间，先睇中国新闻。神舟十三号三个航天员已经进驻中国太空站三星期，将会在近日执行第一次的出舱活动。央视亦都发布他哋第一次检测水质样本的片段。神舟十三的饮用水是否安全呢？航天员王亚平和叶光富来做过水质检测。这次任务主要由叶光富操刀，先戴上口罩和手套，避免污染水样本。他将水样本过滤，这个时候微生物会留在过滤膜上面，之后培养繁殖微生物，采集和观察数据是否符合标准，确定食水是否干净。王亚平就全程负责记录和辅助。央视报道，他们同指令长翟志刚已经在太空驻留三星期，先后展开货运飞船物资转移、空间站组合体管理、在轨医学检查、失重防护锻炼等工作，亦都进行在轨紧急撤离、机械臂操作等训练项目。航天员将会在近日择机执行第一次出舱活动，目前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展开出舱活动的条件。內地本土新冠疫情已經波及最少20個省份，昨日再多68宗。近日多地的民眾被當局定為時空伴隨者，需要接受檢測，引發討論。內地的本地疫情擴散，過往地方政府動輒以全民檢測來找出感染者，是否符合效益引起討論。多地近日以新的準則來處理，四川成都在星期四新增2宗本地確診。近两日有82000人收到政府的短信，说他们是时空伴随者，需要3日之内接受2次检测。因此街头出现连夜排队等做检测的场面。根据成都当局的定义，时空伴随者是指利用大数据和各类信息资源，掌握患者的活动轨迹，并对轨迹重叠的人员展开全面排查。若果民众的手机信号14日之内同确诊者的手机信号在同一个800米×800米的网格共同停留超过10分钟，健康码就会转为黄色，代表要接受检测。而湖南长沙、甘肃嘉峪关、北京、重庆、西安等地亦都实施了类似的安排，但是对时空伴随者的定义就有点不一样。有传媒认为，时空伴随者是比密切接触者更加严格的管理方法。内地呢轮本地疫情在上个月中爆发，一共有873人感染，黑龙江再多28宗，河北10宗，辽宁8宗，河南、甘肃、内蒙古等都有个案。无线电视记者曹嘉荣报道。在北京举行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到票站投票。习近平上午去到中南海怀仁堂投票，听取选举细项的选民和交出选民证核对，领取并填写选票之后，再将选票放入票箱。习近平强调，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要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等各环节贯通，不断发展全过程民主，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坚决查处选举里面的不正之风，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另外，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等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去投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及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就委托工作人员投票。国台办点名多个民进党当局的官员，说他们是台独顽固分子，禁止他们和家属进入大陆和港澳地区，并追究刑事责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苏贞昌、游锡坤、吴超燮等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极力煽动两岸对立，恶意攻击污蔑大陆，谋独的言行恶劣，勾结外部的势力分裂国家，嚴重破壞兩岸關係，大陸會依法對在清單上面上述台獨的頑固分子實施懲戒，禁止他本人和家屬進入大陸、香港和澳門，限制他關聯的機構和大陸有關的組織和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關聯的企業和金主在大陸牟利，以及會追究刑事責任，終身有效。
在台北被点名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为台湾打拼是应该做的事，不受恐吓。北京冬奥仲有三个月就开幕，被称为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是今届的标志场馆，采用了智能系统，令到运动员和观众都有更好的体验。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面的国家速滑馆，由22条丝带状的曲面玻璃幕墙环绕，采用全冰面设计，是亚洲最大的冰面，达到12000平方米。这座冰丝带亦都是全世界第一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的冬奥场馆，令投资和制冰人力成本降低了三成。场馆透过智能管理实现气温分层，确保冰面温度标准的同时，保持比赛空间的温度，保证运动员体温，有利创造最佳的成绩。观众席亦都维持在摄氏16度，营造舒适的观赛环境。冬奥会之后，场馆将会对外开放，为市民提供健身设施。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星期四主持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话筹办工作进展顺利，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并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做好反兴奋剂工作，以高质量完成筹办任务。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平报道。西柏坡距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大概85公里，是著名五大革命圣地之一，近年透过旅游和绿色产业推动经济。位于滹沱河北岸的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拱手自如。70多年前曾经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西柏坡海拔不够200米，是太行山东麓一片难得的盆地。小山村风景秀丽，而且滩地肥美。在革命圣地的头衔下，近年致力发展红色旅游，推动经济。这里松柏翠绿，加埋柏坡湖，是垂钓、划船、度假的好去处。无线电视记者王正廷报道。转睇啲财经消息，介绍业陷入债务危机，市场忧虑预售楼花项目或者会烂尾。系内多间公司介绍业、介绍业美好、介绍业健康同埋介绍业资本开市前停牌。有傳集團計劃出售資產套現，舒緩資金壓力。以改造爛尾樓見稱的內房商佳兆業陷入債務危機，由錦行財富發行佳兆業擔保的理財產品未能夠在到期的時候還款，款項達到127億元人民幣。佳兆業回覆彭博的時候說，資金周轉遇上前所未有的壓力。據年報顯示，截至上半年，集團現金和銀行結餘有383億元人民幣，但總借款超過1237億元人民幣，其中250億元人民幣需要在明年年中之前償還，另外亦都有多筆的美元境外債。資金周轉不靈，市場憂慮預售樓花項目最終或者會爛尾。集团旗下的大湾区发展中住宅项目，深圳有10个，中山和珠海有5个，香港亦都有4个。有地产代理指，疫情前港人在大湾区置业，占整体成交量1至3成，大部分都是买楼花。在这1-2年咧，开发商嗰个烂尾情况同埋倒闭的情况咧，都纷纷出现嘅。市民的忧虑嚟讲系有喺度嘅。都很多嚟講就係話問翻個樓盤嘅進度啊！而家見到大灣區延遲交樓嘅案例咧，就係大概佔咗20%左右啦。延遲交樓嘅嚟咧，喺國內咧有一啲法律嘅保障，例如話會補貼翻啲利息啊。咁至於利息方面俾到啊，或者話喺嗰個賠償啊各方面俾到咧，有個別樓盤真係俾唔到嘅，甚至乎有個別樓盤嚟講咧係交唔到樓，就已經係停咗工添嘅。
集团话同宏达控股合作发展的长沙湾楼盘贤雅正进行最后的美化工程，预计今个月底陆续通知业主收楼。据报在监管部门要求下，集团计划出售18个深圳房地产项目，总值818亿元人民币，并且出售股份偿还债务。无线电视记者张雪婷报道。看看港股收市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4870点，跌354点，总成交超过1283亿。欧洲股市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升28点，巴黎 CAC 指数升51点，德国 DAX 指数升13点。再休息一阵，翻嚟会报道。海关押解一个跨国犯罪集团，在一个急冻鸡脚的货柜检获大约值3亿的可卡因，拉了6个人。联合国报告说，北韩超过40%人营养不良，当地政府近期大力宣传食黑天鹅，说又好吃又进补。翻嚟新闻时间，海关喺一个从巴西来港嘅冷冻货柜检获大约值3亿嘅可卡因，拉咗6个人，押解一个跨国嘅犯罪集团。海关根据情报，上个月中喺青衣海关验货场扣留一个由巴西嚟香港40尺装住急冻鸡脚嘅冷冻货柜做检查，喺底部隔热物料下嘅暗格检获大概260公斤可卡因。呢一种咁嘅手法咧，睇落咧好似咧。好完美啊！我哋外面同外觀咧，完全係察覺唔到嘅。咁但係我會形容呢種手法咧係比較低端啦。點解低端呢？因為咧我哋現今嘅高端嘅科技下咧，即使係我哋香港海關所擁有嘅 X 光掃描電子系統咧，一照之後咧，其實咧所有收藏咗喺暗格入面嘅毒品咧，其實都係咧無所遁形嘅。要揾佢出嚟咧，我可以話咧係易如反掌嘅。不过毒品收藏在暗格，海关人员要用电钻割开，花了很长时间才将毒品拎出来。海关说，破案线索源于去年5月一宗走私毒品案，一个装在货柜的飞机引擎被扣查，但没有人认领，之后检获217公斤怀疑可卡因，并在购买引擎的发票发现传真电话号码，查出有人利用空壳公司安排货物入口和本地物流，锁定一间食品公司，扣查上个月运嚟香港嘅货柜，最终破案。海关喺上个月24号至到星期四，先后拉咗6个本地人，年龄介乎30至64岁。其中一个被捕女人相信系贩毒集团骨干成员，另一个42岁男人在逃。海关发现案件亦都涉及洗黑钱活动，处理怀疑犯罪得益大概1亿3千万。相信行動已經瓦解了一個企圖非法販運危險藥物和清洗黑錢的跨國犯罪集團。無線電視記者善智報導。去年六四非法襲擊案，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和何桂南分別被控煽惑參與未經批准襲擊案，在區域法院續審，三個人由囚車押送到法院認訊。周幸彤自辯的時候說，去年6月1日接到警方反對通知書之後，支聯會有4個應變方案，包括網上集會和不多過50個成員在6月4日去維園，但是說不是警方所反對的集會。對於期間有記者採訪和市民圍觀，周幸彤說沒有邀請他們來。案件原本有26個被告，16人早前已經認罪，被判囚4至10個月，其中李卓仁、蔡耀昌、梁耀宗、梁锦威和胡志伟还押到今个月12日判刑，罗冠聪和张坤阳已经离开香港。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向法庭申请保释被拒，已经停刊的苹果日报6个前高层连同3间相关公司，早前先后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全部人不准保釋，還押到現在。張劍雄今早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李素蘭首次處理港區國安法案件，聽取雙方陳詞之後說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拒絕張劍虹保釋申請，繼續還押看管，書面理由擲日公佈。同年年初起封鎖邊界，相信將會加劇當地糧食短缺問題。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山報導。